哎，阿布啊，报入围啊！吴康仁这个看似帅气斯文的小生，是吗？都误会了。从来没入围过金钟的他，居然一次入围两个。我觉得是鼓励奖，就是我心里是觉得是鼓励奖。这金像奖比广马的抬头里都还卡重要，就是鼓励，也许看在我背客家话背得很痛苦的份上。那么谦虚，你不觉得入围最佳男主角跟最佳男配角你都实至名归吗？其实刚入围的时候心情不是很好，心情不是很好是因为可能是因为前几年都很想要都没有，那当然自己也不够努力，那也不够好。您别这么说啊，吴康仁哥，明明是我先认识你的，但是六年前六年后的你，五年前的下一站幸福，哦，我们就看出你的实力了。那就是太后的事，从头到尾都没有相信我。没有没有，我们都相信你哦。优酷全娱乐鼓励奖台北报道。哎，阿布啊，报入围啊！吴康仁这个看似帅气斯文的小生，是吗？都误会了。从来没入围过金钟的他，居然一次入围两个。我觉得是鼓励奖，就是我心里是觉得是鼓励奖。这金像奖比广马的抬头里都还卡重要，就是鼓励，也许看在我背客家话背得很痛苦的份上。那么谦虚，你不觉得入围最佳男主角跟最佳男配角你都实至名归吗？其实刚入围的时候心情不是很好，心情不是很好是因为可能是因为前几年都很想要都没有，那当然自己也不够努力，那也不够好。您别这么说啊，吴康仁哥，明明是我先认识你的，但是六年前六年后的你，五年前的下一站幸福，哦，我们就看出你的实力了。那就是太后的事，从头到尾都没有相信我。没有没有，我们都相信你哦。优酷全娱乐鼓励奖台北报道。